喂，你剛才說的那隻魔法面膜呢，其實是什麼來的？哦，瑪希爾的魔法面膜，它裡面有個專利的技術，可以令到不同皮膚的膚質，或者無論你吸收能力是怎樣都好，可以很主動地將足夠的水分精華素送入你皮膚的底層。而它最特別就是 3D 網狀技術，可以同時做到透氣和保濕，這些你在外面都找不到的。它可以將皮膚的多餘空氣排出，和同時做到這個保濕水分。其實難不難用的？不難用，將兩秒的精華咧，好均勻咁踩成塊面度，然之後敷上呢個面膜，20分鐘之後咧 ，magic moment 就會出現㗎啦～